过雨的午后，时常经过的路口，却找不到理由可以让我理所当然的经过。在桌上爬了很久，电话也拨了好几通，但回应却是转接云信箱中。于是我开始抱怨，是什么事物可以让你对我毫不眷恋？原来是你变了，原来是你变了，不会再触动了，不会再过问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